嗨，小朋友们好，很高兴又要拆玩具啦。男孩版剑岛玩具蛋，我知道这个是小动物玩具哦，有贴纸，能变化的小动物。贴上贴纸，我们就简单的玩一玩，其他的两张贴纸就不贴啦。组装上去，好了，转动它，哎，画了一条尾巴，再转它，哈哈，画了一只动物的头，嗯，又变了一只动物，是不是很有趣啊？这个是小熊维尼与跳跳虎，中号的蛋，两包糖果，这个是维尼熊贴纸，维尼熊打着雨伞，哈，玩得很开心。里面有简单的组装玩具，都是小熊维尼的玩具。动画片里面的动画角色玩具，这个是谁呀？小象。一头紫色的小象，哇，好可爱耶。这个是精灵爆炸球，上面有小马，好像是小马宝莉公主呢。小恐龙，哦，好像是碎龙。精灵爆炸球会爆炸哦，好，听起来好可怕。开始爆炸喽！打开开关，哇，看，炸开了！炸出的是什么呀？三块奶片，一个圆形的小玩具，这面可以画画，闪光灯，摩托车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啦，还有很多好玩的等着小朋友们来分享哦，记得订阅哦。